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情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药宝师伊贝师伊贝师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师的官方微信或者伊贝师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的大力支持，爱情保卫战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在观看电视的时候，当我们的屏幕下方出现一个摇一摇的角标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机马上加入我们的互动，表达你的爱情观点，还有精美的好礼等你来摇。今天请到的三位老师是谁呢？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沙老师，欢迎沙老师。华谊家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来吧，分享老师们人生智慧的时间到了，来了解一下今天他们帮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人生困惑。各位请看。我们两个总是意见不合，他永远听不进去我讲的道理，别人能做好的事儿他总是做不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进步，我都是为他好呀，他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们在一起9个月了，他开始的时候对我还很好，可时间一长我就发现他对我总是处处挑剔，哪里都看不顺眼。我努力去讨好他，可他还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跟我大发脾气。他总拿我和他朋友比较，什么朋友都比我重要，他朋友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既然我怎么做他都不满意，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一起。我真的太累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了，不如就算了吧。一段9个月的恋情出现了新的危机，老师会如何帮助这一对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天，22岁，来自河北，是一名调音师。女嘉宾小燕，21岁，来自新疆，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啊，谈了9个月了是吧？嗯，是的。当时谁追的谁？当时肯定是我追的他了。啊，你追的他。那这个小燕在这个 VCR 的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想分开是吧？对。你不太愿意。嗯，是的。一直在抱怨他很挑剔是吧？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挺自信的人啊，而且生活中没有浪漫，我觉得就没有意思了。但是跟他在一起以后吧。他就处处打压我，挑剔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举个例子说说好吧。嗯，就是生活中很正常的吃个饭，嗯，看个电影，他也要挑剔我。这有什么好挑剔的？就是如果我说我饱了，他要说我，他说你必须把这个饭给我吃完。他总是习惯每次吃饭之前就要吃很多零食，我就说吃饭的时候就正经吃饭嘛，会对你的身体更好一点。哦，我是这么劝他的。对你好吗？可是这是我自己的胃，我吃多少我自己清楚啊。他连这些都要管。我就觉得好没有自由啊，这就没自由了，这不是关心吗？这不是关心，这是在逼我。他甚至有的时候我要是说我不吃了，他就觉得我给他甩脸了，他先甩筷子。有一次我们在饭店，他就把筷子甩了，把我一个人留饭店，我觉得这样挺过分的。好了，除了吃饭呢，看电影挑什么呀？他非要说有彩蛋，让我陪他看完最后5分钟。当时我也急着上厕所，我当时给你也解释了，我说我上完厕所在外面等你。他不行，等他出来之后就黑着脸就对着我吼，当着很多人面对着我吼，哎，为什么不等我？连这个5分钟都坚持不了吗？特别不理解我。看电影之前跟他商量好了，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搞得大家蛮不愉快的。他跟你说他内急吗？应该可能说过吧，可能我也忘记了啊。但是我们注意点都放在彩蛋上了，就跟人发脾气啊。他总是有他自己的理由，啊，而且有的时候总会用他的大道理去说服我，嗯，其实根本都是歪理，啊，就像有的时候我跟他聊个天他都要给我挑刺儿，就正常聊个天吧，他说个什么我要是作为尊重他我回复一下我觉得很正常啊，但他不行，他就非要给我发个火，他就觉得我没有认真听他讲话了，甚至有一次他把一旁垃圾桶一脚踢翻了。为什么事儿呢？说什么？
就是他在给我讲一些他的未来的计划和理想。当时我们玩了一天了，真的很累了。我也是在尊重他，我也有在听，我就好，我知道了。他就不愿意了，他觉得我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应该的反应。这也气啊！我感觉他是真的没有听我的说话，就是我讲了很多明天的安排和计划，我上一秒说的是，下一秒问他，他就全忘记了。忘呗，有你不就行了吗？我很担心他会出什么岔子呀。有啥岔子？因为不会总是在他身边，我就希望能够更加的能够多帮助他一点。这你明天干嘛去啊？明天也是去外地，有一个小旅游的计划，两个人一起去。哎，对，那不是有你吗？其实带着他不就完了吗？可能当时喝点酒，性子比较急。他就是因为这种事情老跟我发火，而且我说我得找一个平衡点吧，去尊重他，回复他。但是如果我说我知道了，他就用那种特别奇怪的语气跟我说，哟，你又知道了是吧？你知道，你来说，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行。那我就只能后来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说好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又开始给我找事儿，他就说啊，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吗？你不会上网查一下吗？哎，这种东西，哎，我没法跟你说，我们俩差距太大了。那弄得我最后都不知道到底说是好还是说不是的好。那我就后来找了一个平衡点，那我这样回应他吧。结果我这样回应嘛，他又生气，说我没有尊重他，没有认真听，很敷衍他。你说我对你挑剔，其实有的时候你做事态度确实是非常的不靠谱。就像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一般男女谈恋爱刚刚在一起的时候都很甜蜜吧，他倒好，就像没事人一样，经常是三天能联系得到，三天就玩失踪，我感觉你有事在瞒着我一样。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你？我多喜欢你，你自己不知道吗？而且我当时刚开学有迎新，然后从早到晚的课，我真的一天特别累。作为男朋友不应该多理解我一下吗？而且我之前给你说了我这几天要忙，可能不能及时回复你，但是他就是不相信我。后来我终于忙完了吧，我高高兴兴带了一个小礼物去找他，去了之后我还没说话呢，他又是冲我一顿发脾气，他总是就说爆炸就爆炸，我真的搞不好了，有时候都不知道我到底做什么事儿都是错。女生，你喜欢你这师哥什么呀？就是有的时候做一些事他的判断力很强，我觉得还蛮优秀的。但是他这种优秀吧，我觉得适合做朋友但是这种用在男女朋友之间相处就让人觉得特别累因为有一次就像他叫我去见他一群朋友，就是他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还没说一句话呢就转身走了，一群大老爷们儿的，我一个姑娘在那儿，我也蛮尴尬的，而且他们说的话我也插不上嘴，那我只能坐旁边自己玩手机，我就没错吧。但是他就回来以后把我拽一边，特别凶的跟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都不会跟别人打成一团吧。我当时就挺委屈的，我说我做什么了呀，我就在等你回来做一个桥梁，然后我才能去慢慢认识他们，去跟他们相处。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话也蛮片面的，当时是这样的情况，当时是我搬了新家，请朋友们过来聚一聚聊一聊，他作为我女朋友也应该有这种拉近距离的作用吧。我当时都收拾好了一切，我准备下去买一点酒水饮料回来，就跟他说照顾一下我去去就来。过了一会儿我回来了，发现我朋友倒挺好的，在一起聊天，发现他在沙发上一个人在玩手机，我就觉得挺不舒服的。你觉得他应该是个女主人张罗是吧？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女生不是要矜持一点吗？这样就很奇怪。作为情侣应该互相扶持，互相尊重，然后朝着一个共同的点去出发，但是他总是这样挑剔我，然后表面好像装得很善良。真的这词儿用的装得很善良啊，角度不一样。哎，问问啊，你现在这个分手的决心特别大吗？哎，你真觉得你比他强那么多吗？我没有啊。你真觉得你看到的都是真相吗？我没有啊。那你干嘛老那么要当爹一样的管他呢？我觉得更多的是鼓励他，他总是用一种很固守的眼光来去做，他很相信表面上看到的事情。就是你还是挺喜欢这女生的是吧？哎，对，总结他叫天然呆是吧？你给他的关键词哈，是你总结一下这个男生是什么？霸道，不讲理。当天然呆遇到了霸道男应该怎么处理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好的爱情呢，是会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想要试图把对方改变成自己心中那个更好的他。这个话其实主要是对男生说的，其实在你心中有一个标准女朋友的模板，
你把它放在你那模板当中，它可能有点大或者有点小，不符合那个模板，然后你就在修理它，就是你总想把它变成你心目中的样子。可是真正他想要的是什么，你理解过吗？你有去考虑过他的感受吗？情侣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能够相互的理解体贴，你能够知道他想要什么，你给他的是不是他想要的，这是一种爱的方式。那女生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我多喜欢你你不知道吗？可是你知道你要让他怎么能知道你有多喜欢他呢？你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方式吗？三天不理他，不回微信。在热恋当中的情侣，我觉得三个小时不回微信都可能会有点提心吊胆，这怎么了？恨不得天天时时日日的在一起，你三天联系不到，还在同一个学校，能让他理解得了你有多喜欢他吗？所以可能在他的心中，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感情的回馈，所以他会挑剔，他会担心。所以两个人相互理解，相互迁就是很重要的，在感情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认真倾听，学会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如果真的爱对方的话，会以他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这是深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需要改变，如果想要再继续走下去的话，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要学会为对方考虑，彼此迁就，这样才能做到志同道合，一起往下走。谢谢两位。好，谢谢翟老师。来，齐总，刚才听到你们的相处模式，不可否认你一定是非常爱这个女孩的，女孩也同样爱你，只不过她受不了你。为什么？你到底是把这个女孩当成你的女儿，还是当成你的女朋友？如果当成女朋友的话，她是有自己的个性，她是跟你是平等的，你的骨子里其实看出是不平等。如同我对我儿子讲一样，我是他的父亲，他就应该听我的。你也是这样想，我比你大，这件事情我比你经验多，你就应该听我的。但是这个是行不通的，因为你才九个月呀。我大儿子跟我八年了，我是背后是我有恃无恐的，我就说了你，下一回你肯定离开不了我的，对不对？但是他可能会离开，背后是你对这段感情你没有足够的去尊重他，甚至于你不考虑他的感受，因为你觉得我们俩是不会分开的，因为我是爱你的，你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是为你好啊。所以恰恰你有恃无恐了，恰恰你对他的爱没有敬畏感了，恰恰你不够尊重他了，所以才导致这种状况。一定要把对方足够的尊重，因为你们一定是平等的。即使有些问题存在，即使你看到了他可能就会碰壁，有的时候一起去感受一下哦，这样反而比你说拦在他面前当成了那个壁要好得多。一定要互相理解，你们俩还是很好的，就这样。好，谢谢，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一个和自己最亲近的人都相处不好的人，我不相信你跟别的人能够相处好。他说你霸道，那要看对什么人。如果你对着一个强势的女人，你可能就不是这样。一个但凡是在窝里横，在家里面指手画脚，在外面却跟别人非常礼貌的人，往往是欺软怕硬的。另外，他还特别在意自己的感受。一个太在意自己感受的人，当然不能照顾别人的感受。刚才你所指的，当你在身边，你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你附和他，他说你轻视他。你要是表现得比他更专注，他又认为你抢了他的风头，什么都懂，那干脆你说吧，那你该怎么是好呢？你离他稍微远了一点，他觉得你不关心他，但是你要多做一点，他又认为你有点反客为主，是这样吧？所以你不知道跟这种人怎么相处，但其实这一切都是你骄纵出来的。其实你不太适合他，他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适合一个包容却不强势，能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才能够让他心悦诚服的女人。但是你一昧地顺着他是不可以的。在爱情生活当中，如果只有一个人掌握主要的节奏，
而另外一个人只是附和他的节奏。时间一长，表面上是合了拍，但心里是不舒服的。凭什么你来主控我的节奏？所以，爱情呢，合不合拍并不重要，合适很重要。我认为你这没心没肺的个性，不适合这种处心积虑，同时内心又相对自卑的男人。他需要一个真正教会他如何从自卑当中成长，并且能够在生活当中直言他的一些错误的女生。你做不到，再长此以往的生活下去，你会越来越拧巴，越来越觉得自己难受。成全对方，苦了自己，表面上是一种付不出，但其实是一种不和谐。我刚才在说话的时候，你一直在笑，你笑什么呢？您说的有一点点比较相似，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是有一点怀疑主义，有一点点反抗精神的人。我补充一点，其实这样的男生啊，他有的时候极度的自负，觉得自己哪哪都对，但有的时候又会极度的自卑，容易患得患失，对你也是一样。但这样的男生也有他的可爱之处，因为他的患得患失，因为他情绪极度的高又或者是极度的低，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天真和可爱，这也是他的优点。我的意见是你不适合他，你可以重新考虑，这就是我的意见。谢谢。好，谢谢涂老师。这件事情我给男生一个建议，充分的尊重女生的想法，不要强求。所以女生，你不是觉得一直她引领了你们的生活吗？对。如果一会儿男生说不管怎样我愿意呆呆地站在这里等你出来，那就相当于走河流的权利在人家的手里，对吧？你会尊重吧？好， OK 了。好了，那到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权益，给你拿到了一份你可以做主的权益，然后听到了三位老师针对不同的角度给你们建议啊和指出的一些问题。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其实我刚才上了这个节目，我学会了很多。这位嘉宾教了我如何面对感情，这位嘉宾教我如何面对身边的人，然后托雷老师教我如何学会沉默，才是最聪明的一个决定。阿寿确实是因为来了这个节目之后，他才能够跟我说了这么多的我之前的不好，我才能够真正理解到我到底哪方面做的不对。刚才我又知道什么叫做道德的绑架，我用我的方式对他的好反而是成为了一种负担。我觉得我以后应该尽量的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我会更加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希望每天都能够站在风口浪尖上与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是这样一个性格，所以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特别坚强的陪着我一起。我不是欺软怕硬，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个人能够跟我并肩战斗下去，可以吗？你愿意留下来吗？因为我平时也不是很会表达，你让我再想一下。请回吧。九个月的一场恋爱啊，来，请关门。谈的外人看来可能是风平浪静，自己倒觉得是波涛汹涌啊。三位老师从不同的角度对他们的情感进行了一些这个点评，在最后呢，男生也做了他自己的一个表达。他们的感情最终走向何处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V 巨力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请开门。来。还有话说吗？我坦然接受，我觉得任何一个结果都是行为所造成的吧，都有前因后果，既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确实是有问题，我需要去思考，想好的时候再怎么解决它。好嘞，谢谢秦辉，谢谢你，多谢主持人，谢谢嘉宾们。
看起来有点懵了啊。这个结局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结局，人生总是要出很多的意外，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所有的过往其实都是你人生的财富。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和我太太都是经历过一段婚姻的，我们非常的幸福，我也非常珍惜。可是两年来因母亲的去世和大姐的干扰，造成我心中非常的郁闷。刚开始我和我先生一样，对于他家人的态度感到很郁闷，也曾一度无法摆脱痛苦的心情，但这么长时间了，我逐渐释怀。我希望我先生也能够尽快地走出来。我很想走出来，但不知该如何做。我一直尝试用各种努力，但始终效果不大。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李先生53岁，来自天津销售；女嘉宾赵女士58岁，来自哈尔滨退休。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两位不容易，是在我们电话里报的名，说报名报了好久，是从美国回来的，对吧？结婚5年了，是的，没错吧？没错没错。大姐希望她能开心点，所以来这儿了，对吧？对，讲讲吧，发生了什么呀？因为我前期那个婚姻，因为他出轨啊，所以说我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伤害。完之后我去美国，调整一下我的心情。嗯，朋友聚会遇见他了啊，哎，我们就聊得来，聊得来，半年以后我们就结婚了。这结婚5年还挺愉快的吧？哎，非常好。后来据说回了一次天津之后就出问题了啊。对，结婚2年以后，我带他去我们家，从美国回到天津。对对对对，啊，满怀着愉快的心情想回家团聚一下。到了家之后，我大姐对我和我太太不是那么热情，啊，我心里就叫得很郁闷。到家里以后呢，当时我们没有进去那个房门，房门锁着的，好不容易等了几个小时他大姐回来，结果呢也没有热汤热饭招待我们。我老公出去买点凉烧饼，我对这个情况我非常的难以接受，我就埋怨我老公，我说你苏醒门第怎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家人挺传统的，没想到遇到这个，我也很所以大姐心里挺不满的呗。是这意思吧？是啊。后来我们就回去了，回美国了。对，然后呢不久没几个月老妈去世了，我们又马上回来了。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情况更加恶劣。嗯，大姐更是翻脸了啊。哎，你怎么回来了？嗯，说我来看看老妈，过世我要奔丧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在那待着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冷淡冷漠，非常的排斥。嗯，所以说我就也是接受不了嘛，我也是不理解，我非常不明白，我不知道我怎么得罪她了。这个事儿啊，我来说，在我前妻离异之后，我有过一段感情不顺利，分手了。我大姐就认为我是受骗了。我到了美国呢，遇见她和她结婚了，回来她也是这么认为的啊。而且我姐夫呢还私下里头劝我离婚，说什么呢，你已经受过骗了，你不能再受骗了。所以我感到很可笑，简直是的。她很诚实也很单纯，他把这个话就告诉我了，那我相当的气愤。他这么讲，既没根据，也没有事实。我心情很沉重。我们家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回去之后，我太太有时就说我啊，你们家以前挺好，你说的也挺好，你们事实怎么造成这个结果呢？对，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郁闷，经常又做噩梦又干嘛的。举个实例，也是由于这个拍电话的事儿，他跟我说了说，我说先不要说这些事儿了，我说我这还要开车，就走神了，和人碰上了。哎呀，这个事儿，修车花了2000多美元。嗯，然后我埋怨他，他还不服气儿，一脸的无辜。人受伤了吗？人没受伤。人没受伤，可是就在这种压抑和这种矛盾的心情啊，特别影响开车。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家人对你妻子的态度，使你们的婚姻或者情感蒙了一层纱，不舒服了，是吧？哎呀，简直是的。好，这个我来问问好不好？这个，
在美国是靠什么生活啊？我在美国我是做教师工作。您呢？我做销售。房子还有贷款吗？没有。谁的房？我的。您的房？哦，你这住在那儿哈？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找麻烦吧？孩子挺懂事的，独立了。那你们现在的生活还需要这边家人给钱什么的吗？我们不需要。现在常年在美国住，对吧？嗯。这次来就是要解决这个事儿。对，为什么我这么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是在试图努力哈，努力让他走出这个困惑啊。然后我的努力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收效。哎，你是困惑在哪儿呢，大哥？就是咱中国人的家庭都特别讲究亲情这一块，我就想把他融入到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啊。可是这个困惑呢，就是说我怎么能把我们这个家庭把他融入进来，而且我们俩的生活不要再产生这些不必要的不愉快的。他有的时候做个梦都喊醒，然后呢他拿东忘西的，忘钥匙也忘了什么的，忘的什么他都不知道了。而且这个人呢，就原来是一个很乐观开朗幽默的一个人，现在变成有点这个抑郁了，记忆力减退。哎呀，这个丢钥匙事儿也是，还丢钥匙。好，不说丢钥匙，我问你啊，就是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哈。你要非要揪那个死理儿呢，那个家也讲不出什么理来，对吧？揪得出理吗，大哥？这个还真有点难度，说不出来啊。哎，那您要觉得您跟大姐过得幸福，你就跟她幸福的过呗。我还是觉得家庭比较重要，也就是我回了天津，我得有一个比较是吧？懂，理解，高兴愉快的心情啊。既然这样情况了呢，你看以前有一度时间我也想不通，甚至我也埋怨她。嗯。后来我想来想去的，我就想，我别太愚蠢了，因为不能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我们夫妻两个。嗯。如果我整天埋怨他的话，他可能慢慢的就不光是抑郁的问题了，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出现了。嗯，所以说我就释怀了，我也不想了，我也乐观了，我带他出去啊，聚会啊，跟朋友聊天啊，去哪儿旅游啊，都他不去，他觉得心里一直在疙瘩解不开，他老是跟我讲为什么他会对我这样，我说你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了，我们不去就完了。他说我就这么一个家子，怎么能不去呢？我要是去了的话，我希望他们对我很好啊，还像以前一样啊，我是小弟弟啊。我说那是当初，现在不同了。嗯，父母不在了，我怎么劝也不行啊，越劝越严重。是。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你看你整天你都看那个，咱们也看那个爱情保卫战，哎，好多非常的疑难杂症都给解决了，咱们这个算不算疑难杂症啊？算呐，我说这个真的太疑难杂症了。我说就你就是最大的疑难杂症。这个我听他劝了啊，我也看喜欢这个节目，我也是忠实观众。嗨，完之后我就主动的想报名，所以我想解决我的心，通过专家们解决我的心。你说白了就是这样嘛，我不管在哪儿嘛，这中国人这个最朴素的道理嘛，我回到了故乡，我在故乡哪怕就一小片瓦房，家里面有亲人是最好的。那是家嘛，对对对，是是是，对吧？对 对, 对，就中国人最讲落叶归根嘛，对对对，是不是觉得好像怎么老母亲去了之后，嗯，我这根给人拔了，我对 对, 对, 对，我回天津之后，我可能我就要住宾馆呀。他就这么说的。我觉得我特别漂流。哎呀，真的是住宾馆，漂泊的感觉。说得我心坎儿，是吧？是的，是的，对。所以即使有这么一个特别可心的爱人，但是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缺点什么，对吧？哎，对 对, 对对对，咱们就得把这找回来呗，看看怎么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找到失掉的一些东西嘛，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奶奶家、姥姥家这边，家是一个最讲不出道理的地方。就是在我的爷爷奶奶过世之后，我的姥爷过世之后，会有一种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感觉，就是我好像离开了曾经那个。每天一回去，大家把我当孩子，欢声笑语，大家都就随时随地家人都能聚在一起的那个，对，就是家人都能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一下没了。嗯，我特别怀念曾经那种感觉。嗯，可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生老病死，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在我们的亲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继续下去。不能说一直以怀念过去为现在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如果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你会永远沉浸在那种非常悲哀的那种的气氛当中，然后压抑着自己喘不过来气儿。是是。因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但其实是一个通理，就是在家里面，你想跟家人去讲道理，讲不出来，因为他是你的亲人。但现在换过来，其实日子是过给自己的。您遇到大姐之后，两个人在美国也说到之前生活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日子过给别人看，或者一定要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日子的一个评价和看法呢？而且就大哥，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没有大姐，换成另外一个太太，另外一个女人，您带回老家，家里面人是不是还这个态度？那极有可能。如果还是这个态度，那就不是您太太的问题，就是家人的问题。那您就不能用您家人的问题来惩罚大姐，因为您知道您的心情会影响她的。人不是说嘛，说遇到一个对的人真的不容易，所以说您应该珍惜。怎么珍惜呢？就是调整好您自己的心态，该管的事儿管，该想的事儿想，把心放大一些，不要再想那些跟您可以说没什么关系的事儿。您回到家，家人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怀抱去接受您，那是家人的事儿，但您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怀抱去容纳家人是您自己。我回来就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我想念我的哥哥姐姐，我回来看你们了，我抱着这样的心情来看你们，领不领情是你们的事儿，但我该做的义务和责任我尽到了，对对就可以了，对得起自己，问心无愧。最后祝福你们二位在美国生活的幸福，谢谢。谢谢。谢谢。大哥现在幸福吗？找了这么漂亮、这么贤惠的妻子，那肯定很幸福。这五年当中回来过几回啊？五次。那这个一年不见当中打电话吗？也打电话，打电话就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不行就赶紧回来吧。那你说我很幸福吗？那就不用。我说我是过得挺好啊。然后他说呢？他说你是真的好，假的好。啊、哦，不相信你真好，对吧？不相信您的爱人，咱不说了，爱人一说就是那个挑衅，对吧？岳阳电话来挑衅，对，那您觉得呢？大姐是来挑衅的，还是关心你？这个不好说。那我们想想大姐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大姐一定是关心你，对，而且你现在的生活，当初他们就是反对的，对不对？对，反对一定是担心你过得不好，对还是不对？不完全对，我得说一说，是这么样，我以前不有一段也是失败的一次恋爱，失败的，对，完之后他就认为我受骗了，是他认为我受骗了，因为自己的弟弟受到伤害了，对不对？是还是我没有感觉伤害啊？你没有感觉，但你知道大姐怎么想的吗？他就认为我受骗了。现在你所有认为的都是你觉得大姐是那么想的，同样大姐也认为你所说的其实不对，是她认为那么想的。您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出在相互的沟通上。你自己其实心里是有心结的，这种心结就是说，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找到了我的幸福。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解决问题的应该是您，而不要把自己的爱人牵扯进来。爱人听到的只是只言片语，而你并没有站在一个大姐的角度，就有点类似于以前经常发生的婆媳关系。但是你没有处理好你跟大姐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你的问题和大姐之间的误解，因为疏于沟通、疏于了解的这种耐心、疏于这种见面我们心平气和的谈事情的初衷，产生了她姐夫也好啊，她认为我的弟妹也好啊，都是出现问题了。所以啊，解决问题只能在你啊，能不能这样呢？请你的姐姐到你们的家来，了解一下你们，也请她旅游嘛。沟通一下你们之间的亲情问题。我不但请过他，我其他人都请来了吗？我回去就说你们去，我路费都给你报销。来了吗？没有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想你离了婚你回来就完了，你不行。一定不是那么简单，正因为你觉得问题就在于说问题很大，我闹不清楚。你已经把问题界定在说如果我不离婚这问题解决不了，这就错了，这是一个死结，不可能的。换一个角度，作为弟弟的角度，多跟家里人多去沟通，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同时让他们了解你真实的生活和感受，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哎，谢谢谢谢。大姐，我最后跟您说一句，问题可能
不全在于他的家庭，你要通过你的特殊的这个身份，他的最亲密的人，帮他去疏导他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帮助他努力的一定要融入他，他不想融入您都要融入，帮他去多加这个沟通的桥梁，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更快。好，就这样。好，谢谢，谢谢曲总。谢谢来，胡老师。其实你们的问题在很多家庭都存在，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晚辈们长大成熟之后对于长辈们来说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高兴是因为他们终于长大了，不高兴是因为他们的长大恰恰证明我们老了，我们管不了了。大姐内心的矛盾恰恰就在于此，一直以来都听话的弟弟如今变得不听话，如今还跑到美国去了，而混得比我还好了，对吧？所以说我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呢？一方面我高兴，另外一方面我又担心，我又觉得弟弟的心不完全属于我了，他的心已经飘到美国去了。所以当你了解他的内心深处之后，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我想说的是，一个人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但不被理解未必就是不幸运的。如果你把你自己个人的幸福价值永远寄托在别人是否能够理解上，那你活的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有的时候想要得到一个人的理解，并不是说你空口白牙去说对方就能够理解，他是要经过生活本身的历练。有的时候误会就像是命运的捉弄，你解释是解释不了的，他也许通过第三方，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也许就理解。就像我们一样，微博上也经常有人骂我们啊，也有人喜欢你们。如果你经常去跟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说，哎呀我这个人是怎样怎样，你不要不喜欢我，你要喜欢我，你说是没有用的。而恰恰是经历了你长期的表现，经历了长期他对于你客观的理解之后，总有一天他会说，哦，原来涂磊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我对他是误会。所以说老爷子啊，很简单的，你没有必要去争取一个人的理解。如果你去争取一个人对于你的理解，而委屈了自己，甚至委屈了自己的爱人，让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像样子，那其实不光是解决不了被误会的命运，同时还让自己的家庭蒙受不幸。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要让那些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的人闭嘴，唯一的方式就是要过得更好。过自己的日子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够被理解那是很幸运，但如果不被理解也不要自怨自艾。我所指的方式就是你过你自己的日子，该邀请他们去该邀请去，他们不去你也没有什么不高兴，但是如果回，尽量带一些礼物送给他们，他们接受或者是不接受，扔在客厅又或者是不带回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做人嘛，不求顶天立地，但求无愧于心。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嗯，听进去没？听进去。收一分钱太透彻了，这是指点迷津呢。哎，乐了哈。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通过今天专家老师的这个指导啊，我相信我老公一定能够走出困惑，因为讲得太好了，讲到我心里去了。我努力那么久都没有效果，那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找回，我会陪伴你找回以前那个又开朗又幽默的大帅哥。通过专家和老师的点评很好，我虚心接受，虚心接受。我呢还是希望啊，这个以大家为重，咱小家呢我非常爱你，这也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你要给我一段时间，我要融化理解一下这件事情。好，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那几天喝古方红糖，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了解一下这两位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哎呀，亲爱的，放心，我会好好爱你的啊。啊，要上这个节目谁的意思啊？我，你得告诉他们说活得好是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您拿戒指就可以了，谢谢。去找姐姐去。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易贝诗纯净面膜提供的爱情保卫战的纯爱定制礼盒，纯爱放心。网友提问：我老公总是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对我从来也不体贴。他下班回家向来都是跟别人聊天，当我是空气，说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害怕吵架。他回家跟他的家人怎么待也待不够，唯独就对我这么的冷淡。我现在真的是超级烦他，很恐惧跟他在一起，觉得非常累。但凡是网友提问题，这问题当中有类似于极端的字眼，比如说一切、从来、超级、非常等等，那说明提问的这个人本身是夸大了自己的痛苦，没有陈述客观的事实，并且提问题的人并没有自省。如果说你的丈夫对所有人都有沟通，唯独把你这个最亲密的人当空气，那么难道你自己没有问题？有一句老话，已经说的耳朵起茧，所有的问题都是双方面的，解决问题的首要方式是改善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得到了改善，那么两个人的矛盾就找到了出口。我们的节目是由耀宝诗易贝诗易贝诗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易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易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的大力支持，爱情保卫战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勒眼镜大力支持。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